我觉得这里比大教堂还漂亮，很美的建筑，还透着一点光。有这个哎 ，Amorino 哎，小天使，你要吃吗？但人好多、哦，热，真的很热。你要吃吗？我现在不想吃。我也是。嗨，嗨，我们现在人在米兰，然后今天这一集呢，主要就是来介绍米兰的几个我们觉得必去的景点。好多人，人非常的多，大家在排队。我们改变计划了，因为人很多，然后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行程。现在要去一个听说蛮厉害的地方，蛮期待的。从刚才那个站出来之后呢，要走十分钟，而且这边好像偏比较荒郊野岭，比较不像市区那样子的样子，给大家看一下，一出来长这样，那些鸽子，很多鸽子，走走走。现在这个入口看起来很像是电玩，感觉是要去魔王关卡。这边感觉是一个特展。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怎么弄的？也有可能哎、欸，这个蛮酷的，应该是三 D。但是为什么？我们刚刚那两个都是特展的样子，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最主要的是，感觉是这一栋，这一栋看起来蛮特别的。他刚才给的那个地图啊，就是只有打勾的地方才有，所以其实他有很多目前还在维护当中，或是换里面的展览的内容，所以我们能看的有限。这边里面进来的风格跟刚刚完全不太一样，刚刚都是那种很冷冽现代极简，这边虽然也是，但是整体比较明亮，很舒服。但还是保持了它那种很干净节约的线条。厕所，这一楼是洗手间是吗？是。哦。那这里的洗手间一定要记录一下，很酷哦。然后会找不到要去哪里上洗手间，这边要拉开。里面就是马桶，全部都是黑色系的。我想说，我是要直接……你刚刚是不是找不到？对，因为它太隐秘。然后我想说，进去后面是镜子，然后旁边是洗手台，我是直接尿在地上，还是因为很紧张？然后我就看到家伙在里面。哇，你看，这边一共有9楼，然后感觉上面还有一个露台，所以应该是有10层。我们现在搭电梯上去，它连电梯这里这个空间都很时髦。它选用是那种雾面的那种面板，嗯啊，真的是金属，真的冰本，用料高级。第一个9楼就是一个大挑战，它说里面全黑，是要墙壁摸着的那种这样子。进去看看吧，不知道拍不拍得到，反正试试。真的超黑了，而且我看已经好强。
就是要沿着这个扶手走。Oh my god! Oh my god! 很黑，真的很黑。没有，我在怕，有点怕黑。没有，我在你就沿着扶手。没有办法，我也好怕，我头好晕，很好笑，加快了。还在迷路，有没有很赞？超酷的，超可爱。如果没有跟他暗藏，我也不会觉得。对呀、啊，他就是给你一个这个反差。八楼到了。我觉得这边最赞的是可以看到整个市容。这个应该是大教堂。所以我们刚才从那边过来，好像有人在怕高，在怕高哦。然后高如果是痛的，我就尝试一下。它这个装置是蛮可爱的，明明那个鸭子不怕水，但是它是帮鸭子撑伞。这就是真的蜜蜂吗？好像是真的耶，不知道是蜜蜂还是苍蝇。3D 猎鹰的人吗？不是，他是拉伸。而且他以为你要说不是啊，是真的人。而且他做的很精致，那个汗，还有做出手汗。嗯。还有抽烟，那个烟应该是真的，工作人员抽完丢进去，或者艺术家的。看到那个细节，就看到那个细手的那个手套上面有汗。我们现在又回到甜点店了，希望不要大排长龙。走。好像还好，目前没有人。1 minute 好嘞，那就真幸运。我们刚早上来的时候，我有看到很多当地人，就是西装笔挺的意大利人。就是也跟着一起排队，所以代表这间应该是真的也蛮受到当地人喜欢的。反而好像没有很多观光客，是吗？因为这边是观光集散，就最多的观光客、哦，但却没有那么多人，所以应该大家都去别的地方。然后会想要来这里，就是因为我上一次在 Prada 买东西的时候，他就有给我这里的巧克力，然后就说是一个很特别、很限定的东西，就只有这里有，就很想来试试看。他平常有早餐跟餐，但是现在都时间都过了。他有 afternoon 的 menu， 但是我想要不知道可不可以自己选，就是这些东西，看起来还不错。现在去前面选自己想吃的甜点，有很多选择。我想吃这个迷你的，然后有好多东西。谢谢这个卡，看起来哦，小泡芙。小泡芙看起来也很赞，我现在非常期待。刚刚算是爆点一波，我刚刚有点吓到，因为感觉很好。毕竟我是蚂蚁人，然后来到这种梦幻的小店，因为它都很精致。嗯，就那种小小的感觉，就是很快就吃完了，所以 OK 了。人家试用包一样。嗯，没错。这好哥哥上餐了，好梦幻哦 ！Thank you very much。还有这些小软糖。总共点了这些，然后这个呢是他说招牌的蛋糕。Cheers， 对呀。这很好喝，很好喝吧？别喝醉喽。嗯，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没有点咸食，但他说我们点了那个酒有咸食的类似套餐还是什么？应该是。里面是什么？嗯，小热狗吗？对，它是卤肉。那我先吃上面有这个鱼。它说是鱼吗？这看起来是鲑鱼啊。它是软糖。鲑鱼。面包很干，可能墙上带不是。这还 OK 哦，果腹用的话。嗯。开心果的卡，好一系吗？好一系哦。
那我来吃另外一个这个，有芝麻的，吃不懂，看起来很像喜饼里面会出现。嗯，咸的 ，cheese 的，法式水果糖，有人指定要的，这个人，试一下，试一下，你都指定了。那你要吃哪个？随便，不用再问了，好好笑，很会 gay 森。吃这个。我想看就是欧洲的软糖吃起来是怎么样子。看起来蛮实惠。我觉得就是它没有什么嚼劲，感觉有点太过扎实。对，法式水果糖，法式软糖。嗯，但我觉得还不错，就很甜，就可以立刻，就像我现在血糖有点低，我就吃这个就很甜。是不是怪怪的？怪怪的很好，我也很喜欢吃怪怪的。先来挑战店员最推荐的蛋糕，里面感觉是一些卡士达酱。好吃？什么味道啊？奶油味，它卡士达酱不会很抢眼，就是舒服，整体。很松软，但是有一点点甜。你有看到里面这个吗？哦，酱，好像栗子，有点像。还不错吧？等一下有点布丁感，因为很冰。它好冰哦，比我想象中朴实哎。这作为招牌给过吗？好像在外面没有吃过这种感觉，蛮不错的口感。最期待的是这些小塔儿。我吃这个野莓的好了，塔皮很好吃，够脆，我喜欢。里面的卡士达酱也很好吃，野莓酸酸的，但不会过酸，搭配起来很刚好。有没有饼皮很脆？它上面有 logo。难的。好吃，这有在上头。有啊，它就是淡，就是清爽。你晕了，你晕了。我觉得还蛮那个。好。它里面那个馅料好多哦，好好吃。我觉得我如果住米兰，我应该每天冰箱里面都会有一排它这种小点心，因为来补货，因为很小，就觉得啊吃一个没关系，然后吃完一个就说，再吃一个也没关系。你吃了软糖觉得怎么样？扎实。然后呢？你要想说怎么怪怪？屌虐乖乖，屌虐乖乖是吗？对。你不愧是对吃很注重、有品味的人，不像这位，还有这位，乖乖最赞。是不是乖乖来置入？要有自信，乖乖这个很好吃。吃这个绿色口味。好吃，所以你刚才都还没吃，然后在那边大放厥词。因为我之前吃别的就是很要死。你说台湾有一些米其林餐厅很爱在饭后给那个，那这个好吃，因为它那个糖粒立刻倒戈，立刻倒，真的好吃的，我不是在演。因为它的水果融的嘛。那让乖乖来置入还要接吗？要啊。我们现在来到下一家吃晚餐。来到意大利，除了吃意大利面，还要吃什么呢？披萨。没错，我们就是要来吃披萨。然后我们原本要去的那一间在比较远，现在来的这间 PIZ 呢，好像是那个主厨同步在市区开的店。然后现在已经大排长龙，距离那个营业时间还有十分钟，排队一下。入座了，还好有提早来，真的，不然可能没位置。今天都还没有吃到咸食，饿了。请问一下，意大利有多热情？怎么会有送上一杯冰酒？冻酒哎，冰酒，仿佛搭商务舱。安比昂卡，呀，这个瓶身也很可爱。
应该好饿啊，我的泡泡好高。对呀、啊。哦，好香哦，以为。嗯，很香。Anywhere, thank you. Okay. Okay. 我们总共点了三个口味，然后羊前面的这个呢是玛格丽特最经典的，然后我前面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讲一些屁话，葱吧，葱的，然后这个是他的 surprise pizza of the day， 但是他就不跟你说是什么，他就只有说是 surprise， 看起来就是加了橄榄的玛格丽特。嗯，我要吃了，这边蛮特别的哦，全部都是这种薄皮的，超大，超薄，他都没有帮你切，就你自己可以自己，人都有的餐具，就自己切这样。另外有跟他要了他的辣椒酱，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台湾的，因为一般我以为是那种橄榄油里面有干辣椒，它不是，它是看起来是我阿嬷会做的辣椒酱，真的，耶、yeah, ，玛格丽特。好香哦，而且它的那个香气是很纯粹的味道。哎、欸，不管你们了，我要先吃，我真的饿到不行。哎、欸，看起来好 juicy 哦。好香，它有一个很加分的点是它这个 basil 罗勒叶。很新鲜，所以那个香气很足，感觉是现摘的，感觉是在种在旁边采的，超好吃的。这不会是披萨之毒吗？饼皮是有一点点咬劲，它是湿的，不是干的。我来沾一点看看它的辣椒，看辣不辣。表面上看起来是台式，但是是橄榄油。蛮喜欢的，这是辣椒酱。它的饼皮也是吃得出面粉香的，对，虽然薄薄的，但是嚼劲，带劲。但是我觉得它的番茄酱也是很清香的那种。来试试看第二个口味，也是他们常菜的。怎样？它的 cheese 更浓，那有一点。台味感觉，好吃哦。这是葱蒜，蒜加一个萝卜泥，葱蒜，然后加那个厚一点的芡实，很好吃耶，没有吃过这口味。葱的长这样，上面感觉有一些黑胡椒，因为它上面撒了很多胡椒，所以有一点像胡椒饼。这家店就只有三个主食的披萨，只有三个。然后加一个 surprise， 是那种只做自己擅长的事情的店。你要来尝试了吗？对，我需要那个 surprise。Pizza of the day。他我不讲说没有什么关系，两个店员都说 surprise。是什么？是什么？就是多了橄榄。哇，橄榄！那它上面不是有一些奶酱吗？它的奶酱好像要比玛格丽特更香一点。我猜那 surprise 可能他们店员不是什么，就是主厨自己随性加的。反正上面就是有橄榄，其他都长得很像玛格丽特。还是很香。对。它上面那个奶酱好滑顺啊。对啊，好好。跟第一个不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间真的可以来。也是开店前十分钟。十到十五分钟来。然后我知道他为什么评分这么高，因为这间店非常懂得待客之道，就是你在排队就已经先给你气泡酒，然后怕你肚子饿，有给你很小块的披萨，先让你果腹。太晚了，太晚了，那你走。风筝呢？风筝呢 ？Good。Italia uno。I love you, Taiwan 。Taiwan 啊。Thank you， 谢谢，谢谢，谢谢，你好，你好，谢谢。知道哎，招待的。用一个表情来说明这家店的推荐程度。
Sure. 继续我们米兰的必来景点，接下来来到的是 Armani 的美术馆，他写古唱艺术。Armani 也是在米兰很重要的一个品牌，然后就有点像那个 Prada 这样子，有一些自己的很大的场馆可以来参观。Let's go。很漂亮耶。很热哦，感觉应该会看到一些过去的 campaign 啊，或者是 archive 的衣服。来看一下整个，还有做一些框，还蛮厉害的。然后中间还有那个一个景，在呼应每一个框。现在看到的应该都是过去的广告片，包含从1972年这种，还有一些是在杂志里面的。这边的简介啊，现在一楼我刚刚看到的所有的照片都是一个叫做 Guy Burden 的摄影师的作品，好像是他的基金会跟 Armani 先生一起办的这个特展，所以一楼的这个摄影师过去的拍摄的一些很著名的照片，或者是比较鲜为人知的作品。这边一共有4层楼，第一层呢 Ground Floor 就是他的特设展，然后1、2、3楼呢，都是他的常年的常态展。上去吧。我们现在来到3楼，全部都是他的作品，都是衣服，感觉有很多细节可以慢慢看。这个1994年就做了，跟我年纪差不多大，已经30年了。因为其实一个品牌要把这些衣服保存得很好，甚至超过10几、20年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比如说那些线啊什么，有可能会氧化啊，颜色可能接触空气会变色啊，然后可能因为那个环境的关系，也有可能布料会脆化等等的，所以这些要维护也是要花蛮多心力的。真的很漂亮，很多细节。因为 Armani 呢，一直都是红毯上很多女明星会选穿的款式，就是很辣，但是又很优雅。这套是我的，我结婚要穿这套，不知道品牌愿不愿意接我。你看上面很多细节，它这个串珠这样子一针一线这样子，你看像这边就是。可能已经脱落，但是已经算是保存得很好。这是1994年的东西。这些手工的东西真的是很考验，就是制作衣服的这些服装师还有裁缝的功力，把它弄成这个形状，然后缝在布上是一回事，但是穿上身它又要看那个线条好不好看。这套很辣，这套林根华可以吧？有点 Y2K 的颜色在里面，这个很现代耶，有一种这个颜色晕染渲染的这种 Y2K， 那真的是 Y2K 啊！2000年这就是流行就炫时呀 ，Y2K 就流行。洗手间也超漂亮的，真的很有它那个 Armani Casa 的感觉，就是有那种
意大利的这种奢华的景色还是很长的，很美耶，都全黑的。它的色桶是金色的，好像我是金色的。好，我要上厕所了，谢谢。滚。我觉得它这边最酷的地方呢，就是它展示很多衣服，各式各样的，有礼服啊，然后有上衣啊什么的。但是它用的那个人台，就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有假头的百货公司，对，都不是。它就是每一个人台，好像是有为了那个衣服去让它形塑成，很像真的是有人在穿的，有点动态的感觉。对，然后他真的穿一个人穿在那个衣服上面的拟真感很像，就是、展示的很好，厉害。他还有一区呢，展示了非常多他的配件、包包啊、饰品什么的，可以去看一下。这边的介绍写说，就是雌雄同体，就是很中性的风格，对Almari先生来说，在创作上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很早以前就有在做那种女生的西装外套，这边就展示很多很中性然后大地色系的服饰，蛮酷的，就有男生有女生。不虚此行，真的不虚此行啊！而且有看到想要看的东西，就是很多很多的衣服，看到就是肉眼看到那些细节，就如果是一个爱衣服的人，就觉得很开心，心满意足。嗯，在馆其实没有到很大，但是逛起来很舒服，啊、很舒服，人也不会到太拥塞，很棒，环境也很赞，建筑物也很漂亮，就是内容我觉得算是蛮丰富的，冷气也够了。谢谢。来米兰或是来欧洲，有时候就是很想吃一些亚洲菜，怎么办？不用担心，已经帮大家找到全部有来过米兰的台湾人都推荐的一间店，叫做台湾料理。已经有四个人推荐，超多人跟我推荐，我想说什么意思？就是在家。很多人说这间非常的正宗台湾味，我已经迫不及待。明明我们才来第三天，来看一下它的菜单，非常的台湾味，还有客家小炒，还有狮子头，狮子头我也想吃。这都是繁体中文。客家咸猪肉，要由专业的客家子弟。有一些客家话的感觉，对，感觉突然看到这就有种饿的感觉，是不是饿了？真的饿了。这个开胃小菜，偏红的，嗯，但看起来也是蛮美味的。你刚本来就想要喝酸辣汤，我刚才本来就想喝酸辣汤。我猜它夹不起来。吃饱之后呢，就是饭后甜点时间。我们来到这一集的最后一站，也是一间 gelato。
这间有牛牛的这间，我们在走来路上就已经有看到有人边走边吃，应该是蛮有名的，来吃吃看。Do I get only one flavor with the small one or any of? This is two. This is two, three, and four. Oh, all right. Thank you. This one? Yes. With cream bianca. Crema bianca. Okay. And you, 牛牛超可爱的。配色很 Q， 昨天那间感觉是观光客都会去，然后这个感觉比较是网美都会来。对，我点的是开心果跟姜汁的柠檬，很特别。我其实是不爱姜汁，我原本应该是要直接点你的那个 wine， 但还不错。然后我觉得吃起来很清爽，开心果也不错。但其实我觉得吃起来跟你昨天的开心果是差不多的，这好像更绵密一点，因为你看它的榛果的颜色跟昨天的就是完全不一样。这间感觉真的比较甜，它那个榛果味有，但是不会突出到让你觉得说就是很自然的感觉。它给我的感觉是很自然，不会很过分那种死甜或是。有一个这个有草莓的，然后我昨天点的 cheesecake 完全不一样。另外一个是水蜜桃乌梅冰，好吃，好好吃哦，好吃，好好吃。哦，杏仁超杏仁的，水蜜桃好吃。嗯，我很喜欢水蜜桃，然后柠檬也很好吃。吃完了，总结下来呢？我自己觉得今天这间比昨天的好吃，我觉得很天然，谢谢。但好像很健康，我因为我选到都两个太接近口味，后来都吃不太下。哦，但我觉得第一名首选我会选水蜜桃，水蜜桃太特别了，好吃，是真的水蜜桃一颗变冰的感觉，就是每一口都是。拉拉山的滋味，真的是。反正这一集的那个米兰的必去景点就到这边，希望大家有来米兰的话可以去走走逛逛，然后如果有觉得米兰有其他好吃的或是更好看的也可以推荐给我们，就这样啦， Ciao。